好，欢迎来到 Little Channel， 我是 Jane， 我是 KK。然后今天呢，我们要做一个 MCO 的 food review。刚好现在是 MCO 嘛 ，for 那种懒惰煮饭的人啊，懒人啊，就是要叫 food delivery 的嘛，是不是？对，刚好现在又是午餐时间了，我们看一下我们可以叫什么啊 ？OK， 可以。So 你平时你 order 食物的时候，你是用什么 app 啊？通常用 Grab Food 啊 ，Food Panda。但是最近我看到有一个新的 app 哎。是什么什么名字 ？Hungry， 你就在你的 App Store 打 Hungry， 啊哈，然后 download。OK， 可以， yeah. 没有问题。然后我们看一下里面有什么东西啊？好的。你要吃什么？哈，我不知道哎，这个是一个 billionaire question。billionaire。OK。做好一个决定 ，which is 我会在 UT order 食物啦 ，OK， 所以我第一个东西我会 order 是水，我会 order 一个 super fruit tea，which is green tea， 然后呢，我会 order 一个 fettuccine carbonara。OK，Jane，、okay, 你要 order 什么？我要，哦，我叫新的那个水啊 ，watermelon lychee cheese， 还有我要那个 spaghetti bolognese beef 啦，哎呀 ，good choice。嗯，你要不要 snacks 哦？可以的，我们可以加一个 side dish 啦。那个 honey butter wings 啊，好嘞。哎，这么快啊！哇，不是开玩笑哦，我跟你讲，不是开玩笑。It's time to eat. Yes. 现在我们要有 calories. Ding! 可以吃了。Let's eat. Okay. Let's dig in, guys. 要我要喝水前，想吃这个，是不是？这很奇怪，这个奇怪的东西都是好的嘛，是不是 ？Yeah. True. 虽然讲它的 fruit tea 是他们的。招牌，嗯，我、啊哦、是招牌，他们的招牌。对，就是还是要 try 一点新的东西嘛。你不 try 新，你哪里知道下次有更好的？这是喜新厌旧。什么意思是喜新厌旧？喜新厌旧的意思就是喜欢新啊，不喜欢旧了。嗯，谁？好嘞。那有一个很美的女生在卖海鲜。哦、oh, ，OK， 然后。And then 哥，他就一直有 mention 一个人，他的表哥啊，嗯嗯，就很吸引我，怎么？因为他家单身嘛。And then 哥就很有神秘感吧， uh-huh. 我喜欢有神秘感的人嘛。Uh-huh. And then 呢，就弄到我每次很变态的去看那个海鲜 live。哦，这样我也是要去关注哦。Yeah， and then 我知道我表哥。昨晚我只是 try 一次吧，因为他们有 lucky draw。嗯嗯。And then 我只 try 一次哦。我中耶！对，那个 lucky draw 是怎样的？那 lucky draw 就是那个女生，嗯、她就写号码在那个白板， okay. 然后过后她就叫我们猜啊，写什么号码，那、uh-huh. 我随便猜几个号码， uh-huh. 因为又可以猜很多个号码，好像我猜到第二个号码吧，她就报我的名字啊，然后我就拿到那堆海鲜。那堆海鲜是有什么？好像有花虾， and then, 好像啊，总之蛮丰富的。哦，这样刚好哦，我们今晚就吃海鲜呗。对 ，MCO 我们要回家。就那个海鲜是你冷藏了，到 MCO 完之后我们才吃。对啊，我要吃，我就吃。傻瓜，给你一个虾。OK， 老师，他的虾也是很大虾吧？呀、yeah, ，因为他有六个虾。嗯，给你一个。他的size是怎样？他的size多大？哇，这么大的，弟弟，干了，一个就过。哎，这样我叫，这样我叫去关注他们的 live。嗯，或者下次有的话我跟你讲啊。可以。你只要下次你看到那个表哥的。是。因为那个女生是我的菜。可能哦，因为那女生跟那表哥讲话嘛。嗯。他不是这样，他是这样。意思说他很高啊，高又有神秘感。嗯，这样就 OK 了。这样可以去关注那个 live。你看下这个
chicken wing， 它的皮耶 是有点甜，然后它的肉耶就是很香，很 juicy。So, 你们一定要 try 这个，这个可以啊，这个真的是 recommend， 这个真的是 recommend。这个是 honey chicken wing， yeah， 哇，我很饱了哦。这个 carbonara 我吃到一般，其实它分量是很多下啦 ，which is 它的价钱是不会讲很贵，然后我吃到一般的分量我已经很饱了 ，so 我觉得这个 carbonara 是一个很 creamy 的sauce 啦，所以。如果你们那种喜欢吃 creamy 的东西，可以叫这一份。嗯，好吃吗 ？OK 啊，全部都很好吃。打分那你给？我会给满分十分，我会给九分。是吗？怎么才九哎？还有在想吧，其实我要给十分了，但是嘛是还没有给 calories。不知道有没有按到 calories 啊，那你知道我们按到没有给啊 ？OK 啦，给十分啊 ，OK。如果有 calories 是十分啊 ，OK。没有 calories 九分。我们要环保世界嘛，是不是呢？所以我们就用铁汤匙哦。So， 你又给人家九分，九十啦，九十 ，OK， 九或者十，九或者十 ，OK。My turn， 我叫的是 bolognese beef， 然后我是一个很喜欢吃 spaghetti bolognese 的人，然后这个 spaghetti 呢，我觉得是。白发我是要注意好吃的啦，因为有一些 bolognese、哦、它很酸，然后这个就不会太酸，而且喝它的 minced beef、哦、它很香那个牛肉，所以我觉得蛮分的，而且它的面就刚刚好吧，不会太软又不会太硬，嗯，所以这个 confirm 十分， confirm 十分， guarantee plus chop 啊，对啊， yeah， 然后这个 chicken wing 呢，因为我很少吃 chicken wing 的人来的，但是我觉得。它算是蛮好吃，它也不会好像有一些 chicken wing 太咸啊，弄到你嘴巴干干这样子吧。So 它是 like around 八九分这样子。嗯嗯。Okay. And then 这个我第一次 try， 你不要看它好像很蛤蜊这样哦，但是它其实是蛮 fresh 的，它是 watermelon lychee cheese， 然后这么加 cheese， 我觉得有给它另外一种风味啊，给它有一点咸味。Special a bit。嗯哼。好。它下面它有那个透明的薄薄，而且还是好像是绝力吧，它不是珍珠来的，它是 something like jelly 这样，所以这个我会给它也是八分啊，因为我最喜欢是这个。热水好喝吗？好喝，它是我 order 的是那个 green tea， 不是，是 super fruit green tea， 然后呢，它是用 green tea 来冲，然后嘛，这它就是有水果在里面呐、啊。然后它水果 consist of orange 啊、kiwi 啊、苹果啊、watermelon 那种啊，就是你不单只喝完那个水，你可以就是再吃它里面的水果啊 ，which is 一个很聪明的东西，而且嘛，它价格也是很划算啊，所以我会 rate 这一杯水是，因为我每次嘛是我都会去它的店，就是 order 这个水啦。OK， 我们现在要慢慢享受我们的美食了。谢谢你收看到最尾啦 ，and then 记得要 like subscribe 我们的 channel， 要打开小铃铛，然后要 follow 我们哦。然后记得要 share 这个影片哦。然后我们会 link 这个我们的 Instagram 在这一边，如果你们要关注我们的话，你们可以过来 follow 下我们，看一下我们的 daily life 是怎样啦。OK， we'll be posting it every day。你会看到我们每天都很傻逼这样子的。对 ，OK， 有不一样的我们哦。对，谢谢，我们下一期见哦，拜。